在教育这个领域里面，其实数据应用的非常非常多。最近这5到6年，由于互联网的发展，我们的数据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。这个提升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？从我们过去的角度来讲，我们要评价教育好与不好啊，都是要用统计学的。但以前我们的统计呢是没有办法做全样的统计的，所以我们抽样啊，大家应该也看到过，应该也接触过很多问卷调查。问卷调查它一定是有一个设计的，有效问卷是多少，回收量本大概是多少，我到多少的时候我大概能够做到一个怎么样的精确度啊，这是统计学上一个很多人花了很长时间在做的这么一个模型。但是有了大数据以后呢，就不再需要怎么样去寻找样本的，因为我天然就可以以非常非常低的代价去拿到我全量的数据啊，所以从局部到全部。第二个呢，是我们以前特别是在教育领域里面，我们拿到的数据都是静态的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会找有月考、单元考试、期末考试。月考是一个静态的数据，它告诉你是在你这个月参加考试的时候，你可能掌握的知识水平大概是一个什么样。所以有了大数据技术以后呢，这个事情可能可以变得动态的，就是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，如果我能掌握你足够多的学习数据，我可能能够实时的反映出你的学习状态啊，这是一个假设。然后呢，还有测量的维度又发生不一样。就以前我们在测量这个教育的结果的时候，我们一般都是有个题，然后这个题答对了或者答错了啊，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素质教育上的一些评价啊。现在有些父母应该知道我们是按照 ABCD 来打或者甲乙丙丁，但是有了数据技术以后呢，实际上我们对这个评价的维度可以变得更多。比如说同样两个学生啊，一个道选择题选出正确答案 A， 一个学生用了5秒钟，另外一个学生用了50分钟，他们两个在这道题的掌握能力上一定是有差异的，对吧？所以很多新的维度被统计起来了，纳入新的考虑，所以这看起来是一件非常非常让人激动的事儿。然后数据分析的方法，以前是基于手动的，基于人工先验模型的，就是一个人他先有一个经验，然后我统计一下你的平均分差，统计一下你这个考试的信效度，然后我对整一个教学质量做一个评估。那现在呢，很有可能是可以不依赖人工的。什么意思？大家知道说现在有机器学习技术，机器学习技术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叫非监督学习 unsupervised learning。 它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？就是指如果一些数据和最终的结果存在一个潜在关系的话，这个关系不需要人事先告诉我，我可以通过计算机自己去找出来啊。这件事情大家应该也很熟悉了，因为之前有那个 AlphaGo 的关系，大家知道说我们以前所谓的一些围棋上的一些定式，那是经过人工经验总结的，但是 AlphaGo 下出了很多人没有见过的定式，那些是基于数据学习出来的。所以信息技术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假设，就是如果我们在教育上能够应用这些技术，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说我们能够事先发现哪些学生是高潜的学生，哪些学生是遇到问题的学生啊？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假设。最后呢，是一个技术成熟带来了一个新的东西，就是以前我们描述这个学生他掌握了这个知识点，掌握了没有，只有零和一两个状态，就这道题他答对了或者答错了。但现在在大部分的科技公司，对于一个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用的是一个概率，就是你有 90% 的概率掌握了这个是知识点。就这件事情，如果我们大家简单的用直觉想象一下，这个事情应该是更合理的，就是我们对于知识点的掌握它是一个不绝对的状态，它的这个概率会不断的调整。所以听了这么多这个数据技术的提升，大家似乎认为说听起来很靠谱，是吧？因为举例来讲啊，就是如果我们拿一个最简单的考试来说，以前考试大家能看 ABCD 对没有，现在我可以说哎，不同的学生选择同样的答案，它的时间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再往后面延伸一步，
同样一个学生同样选了 A， 但其中一个学生他在选 A 之前选过一个迷惑项 B， 说明他很有可能是掌握的不扎实的，对吧？他是后来改过来的。如果我们再把时间这件事情放进去，同样两个学生都是在选 A 之前选过 B， 有一个学生是花了一秒钟就选了 B 以后一秒钟就选到了 A， 有一个学生是选了 B 以后两分钟以后选了 A， 这代表什么？很有可能是第一个学生他本来他是想选 A 的，不小心点错了，点了 B， 很快又改过来了。再比如说我们把时间放进去，我们看到两个学生都选择了一个正确答案，但是呢有一个学生在看到这个题目三秒钟之内就选了 A， 另外一个学生可能花了一分半，这道题的读题时间差不多要30秒，所以第一个学生应该是猜的，他很有可能时间还不够啊。所以 我想举这些例子只是想告诉大家，就是说如果有数据多的话，我们对于不同的结果其实是可以有不同的解读的。我们再把这个事情往后再延伸一步，就同样我们在看到比如说有学生做阅读理解题，有一个学生呢，你观察到他阅读文章的时候，他右边那个滚动栏，就是这个电脑的滚动栏的那个阅读条，他移到上面又移到下面，反复多次，可能是正常人的十倍。这代表什么呢？这代表这个学生他的定位能力可能有问题。就做阅读题嘛，他可以有一个答案，然后说这个答案要在原文里面去找，他可能不仅找不到。所以说只要数据的维度在变多，数据能力在变强，似乎我们对于教育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改善的空间的。